十二，人民币，美元，日元，欧元，这样，那样，照片，照相机，号码，纪念，电池，卡，袋，数，花，读，新出，交费，发现，开机，关机，打通，拿，玩，一般，随便，为了，又，既，又，越来越，把，我想把这些钱换成人民币。美元在很多国家可以用。最近日元越来越便宜。你想要的欧元准备好了？这样做不太好吧？那样的机会不多啊。这张照片是去中国的时候照的。新的照相机又轻又薄。你知道他的房间号码吗？为了纪念，我们一起做了这个。电池没电了。你有我们的会员卡吗？我忘了带钱包。请数一下。钱花完了，应该工作了。我不会读这个字。新出的产品非常受欢迎。我用信用卡交电费。我没有发现这个问题。可以开窗户吗？别忘了关灯。电话打通了吗？我去拿我的杯子。今天可以看完吗？在日本，一般不吃这个。不要客气，随便吃。为了工作，他又学习汉语，又学习英语。天气越来越暖和了。把啤酒放冰箱里。我没听清楚他说什么。今天可能看不完。